大家好，我是左左。最近呢，上海这个疫苗实在是内卷的厉害。今天是周日，又是六月底，准备去打一个疫苗，看一下是不是真的传说中有给补贴300块钱。4平路，终于到了。现在是12:51。疫苗打完了，然后也在观察区停留了30分钟，目前还没有感觉有什么不良反应。然后呢，这个传说中补贴300元也是打完之后立刻就转账了。然后我们晚上准备吃点好的。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 Five Guys。吃一下这个汉堡，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价格，感觉这个薯条还是有点贵的，不过大份的薯条量也确实是很大。这个大份薯条非常多，袋子里面还有这么多。我给你送了一个。这个汉堡呢也是很厚实，都是现做的，现在来尝一下。干嘛呀？很饱满，一大口。这个 Five Guys 呢，2019年的时候在温哥华吃过一次。它这边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有免费的花生米。但是上海这家呢，他说因为疫情，所以暂时先不提供这个花生米了。不过它的汉堡也是很好吃的，非常的实在。吃完汉堡，来附近逛一逛。原来我们就住在这附近，但是好久都没有来过了。这一条马路是富民路，我们来到了富民路上的 Slab Town， 买了一罐咖啡豆。上次呢，我和异色一起完成了这个1000块的拼图，是梵高的，叫什么？鸢尾花。这次呢，我们准备拼一下这个520片的《兰亭序》，因为打完了疫苗也不能做一些什么剧烈的运动，虽然外面不下雨了，但是还是在家拼图吧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别忘了一键3连。